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。来，今段你的人生，吼、哦，咱这个系列是跟大家来探讨吼、哦，为什么一个人那会别快乐？什么物件伤多，什么物件伤少？哦，来，只是要跟大家谈的，就是咱吼、哦、感恩吼伤过少，哦，咱的知足伤过少，莫怪你人生别快乐啊。所以咱已经讲过真侪啦，吼、哦。一个人呢，朋友伤少也未快乐，烦恼伤多也未快乐，哦，册读伤少也未快乐，干那会讲未做也未快乐，哦，所以咱只是跟大家做伙继续来讨论这个主题，哦，我想一个人未快乐，基本上你都要常常来讲感谢，那会这么好，啊，你就快乐了嘛，对不？你连这个讲那会这么好，你都讲未出来，你变哪快乐？这个道理是不是有够简单？但是来，观众朋友，你问你自己，你敢有常常讲哪会这么好？你有听他讲无？我看是无啊。囡仔若回来吼，你就讲哪会这么晚才回来，对不？恁娘恁某回来，哪会这么晚才回来？你敢会讲哪会这么好？这么早就回来啊、哦？你敢会讲呢？你袂，你袂。因为较早回来你都无讲话，拢急点点，理所当然。那较慢回来就干嘛了呀？这晚才回来，搁早一堆啊！哦，其实应该点到病嘞。因为慢回来吼，气氛歹，你莫讲话。因为早回来你讲，哎，那家伙今日足早就回来啊！哦，嗯，你种话讲了久哦，咱的关系改变啊。咱到人感觉讲，我那较早回来拢有听到足好听的话，啊，我较慢回来吼，我拢听袂到。结果什么不是？即马较早回来。啊，无听到啥话啊！啊，若开完转来呢？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老爸就念，老母就念，啊，无恁翁也是恁某，就阁发脾气，哇，足麻烦的啦！所以变做呐，变做咱若要开完转去哦，压力啊，惨啊！转去稳当阁方便啊，袂爱转去嘛，对不？哎、欸，一个人要去一个所在，是不是愈快乐时阵，伊脚步愈行愈紧？你若要用力来抢杀，你会行足紧的袂？袂啦！无想要行啦，拢嘛边啊倒倒平一个，正平一个，用拖硬甲你拖去啊，做不动啊，无想要行啦。吼、哦，迄囡仔若要佚佗时阵哦，走偌紧的呢？囡仔若要走去什么儿童乐园啦，去这个佚佗什么主题乐园啦，到门口车停尔，伊来够冲的哦，紧冲去啊！为什么？迄、那个所在是快乐的所在啊！所以亲爱朋友，你若嘴拢未晓讲感谢的话，人家要跟你做伙，人想要见到你的面就是红妈，伊才要跟你见面呢。这个道理你想有无？哦，尤其咱做些阿公阿妈拜托的，小拜托一下。哦，咱讲话小，我讲我好话嘛。你也讲感谢嘛。哦，卖讲人家你包一个红包呢，讲哎包阿少，我送俾好你，是不是？你也讲哎呦感谢哦，哎呦安尼人等下都好，佮有红包哦，哇安尼足感谢呢。你种老人家，人想到你拢袂压力，人等下有包无包拢无要紧，红包大包细包伊拢无差。我跟你讲，一点都伊会等来。因为他想到看到你一定没有压力嘛，现代人都怕压力嘛，他想到你若没压力，他会回来吗？一定会回来嘛，他要打电话吗？一定打的嘛，谁哪不会打电话，打电话你就开始啰嗦啊，就开始问东问西啊，大家也怕你，对不？那不是跟我们打来而已，那个人又给人打过哦，又打过骂人哦，又打过给人发牢骚哦，又打过那么久没回来给他看啊，你起这怕都吃不到哦、啊啊、你这现代人现在是怎样啊啊！有某就无爱恁母啊！吼，哎，种电话啦，接两通以后，看到电话咧响，从赶紧给你装一个来电显示，你知道？紧看讲送卡来，迄啦，赶紧唔对呢，电呢，搁起咧电话打入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不方便，那不方便嘞，即嘛坐咧边啊啦，那不方便，那是看到你来啦，当然嘛不方便，什么时间都冇咯不方便，惊你都惊死啊！变啊接你的电话啦，哦，所以这段讲话实在太要紧。太要紧，因为你的讲话会让有压力，你的讲话会让快乐，那是完全无同款的呢。你若讲知足的话，你若要讲感恩的话，你的讲话变作一种祝福。啊，你若不是，你讲的拢是讲要求的话，你讲的拢是批评的话，你讲拢是不满的话，人惊你，人真正惊你，人无想要跟你讲话。这款就较早报地去咧看，孤单老人哦，孤单老人啊，无人要插你啊，唔是人无关心你哦，是人会惊你啊，
伊毋是无爱你，伊是爱你，但是伊又爱又怕，伊惊你啊。所以惊讲一个讲了哦，伊惊来甲你看，因为伊来甲你看哦，你著故事对头，佮讲一摆，一摆拢煞讲两点钟，谁敢来看你啊？佮差不多嘞，对不？较讲嘛拢讲一套，拢差不多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人听甲耳腔耳作神的啊，人惊你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知影，一个人要快乐，自少年时代也培养好习惯，因为足侪老岁仔人是。变做安尼，唔是讲老岁仔变安尼，少年就安尼啊。哦，自少年就赤白白啊，甲阿嬷就交念啊。自少年就爱啉、爱博、爱发脾气，食甲老岁阿公啊，原来是个人玩的啊，对不？所以咱自少年开始来改变，哦，也未老进前，咱家己爱当心，哦，家己小控制一下，哦，咱的作势脾气，真正就是爱来改变，咱的讲话爱来改变。啊，咱就问啦，阿公阿妈讲，哎呦，阿老三，你即马来讲，我即马要安怎？哦，咱阿公阿妈吼，咱爱练习啦。哦，咱食个食了，应该就有智慧啊，才对啊。咱食遮侪年啊，这个世间的什么代志咱冇看过？艰苦的代志，即个败坏的代志，意外的代志，咱看太侪去啊嘛。咱靠迄个智慧啊嘛，吼、哦，即个万物吼、哦，看较轻的啦，看较轻的啦，看会轻吼，你讲话就轻啦。你若看伤重，你讲话就重啊！你从这个世间的这物件，你若看了伤过重，你钱若看足重，你讲话足重的呀！我就讲，我呐包遮少安尼呐，哇！你也袂晓较济钱花，你讲话拢足重的。啊，你若钱看足轻的，你若这物件看足轻的，你讲话足自然足轻的，轻松。人家你讲话是人袂有压力，人会欢喜爱家你讲话。好、哦，所以亲爱朋友啊，真要紧，一个人讲话，爱讲感谢的话。有得到啥物件，一定要讲感谢。朋友啦，送礼的时候讲，哎，感谢呢，哎呦，阁有通吃呢吼，啊，足多谢，足多谢。你讲说多谢，后摆人物件还阁送你。啊，你若讲提提，然后拢无讲话，拢奇怪，啊，这人开安尼，无礼貌吼，啊，这款呢吼，人缘吼，绝对歹。啊，所以真要紧就是，咱的平常时啊，生活上发生的代志，你要养成好习惯，感谢，连艰苦都嘛较感谢。因为艰苦的时阵，咱的感谢中间学到咱一挂教示，吼，学到一挂咱过去吼，家己做了无好的所在，做无够的所在，要么至少嘛，探到一个耐性，那么学到忍耐，吼，所以足济物件是会当咱大家共同来学习的。所以一个人的态度，一个人的知足，一个人的常常样讲感谢的话，伊的虽然常常讲感谢的话哦，等你讲感谢的话的时阵吼，迄个脑吼，上帝创造足自然，脑自然会浮现这个足水足好的画面，吼啊，这对咱的身体吼非常的有帮助。啊，你若常常发脾气，常常埋怨，想到什么人，想到我就气，你也是款人，吼，什么代志哪想哪气，你绝对袂快乐啊，因为你哪想哪气，你的身体吼，所上帝安尼足奇妙啦吼，咱的身体足自然，当你想气的时阵，你会分泌一挂对咱的身体。有害的毒质，啊，所以咱规个人吼健康的哪来哪来，所以咱爱发脾气的人吼，大部分拢真够胃疼，吼，爱发脾气的人胃疼吼，大部分拢歹，所以一个人爱先改变你的心，哦，你若常常当内在若安定的时阵吼，你的身体状况足大一个改变，啊，这个对做起呢，对咱的嘴开始，唔是讲做运动哦，做运动是真好吼，但是佫较简单，就是对你的嘴，对即马开始。卖个讲怀疑的话，卖个讲烦恼的话，啊，啥叫做烦恼的话？用些故讲，要安怎啦？这叫做烦恼的话。哦，哎，啊，伊若破病，要安怎啦？啊，囡仔感冒，要安怎啦？一即种人若无头路，要安怎啦？一即若老啊，要安怎啦？一即我拢无女朋友，要安怎啦？一即拢唔生囝，要安怎啦？一即将来退休啊，要安怎啦？你若讲话常常拢讲一句讲要安怎啦？啊，故意就说要怎么办呐、啊？啊，那还得了啊？上面怎么办呐、啊？这种消极的话嘛，这种消极的话嘛，你若讲话常常咧要安怎要怎么办？大家都袂爱听。因为现代人我讲过压力已经很大，他工作上压力很大，他的家庭压力很大，他人在跟你做的，你跟他说要怎么办啊，怎么办，凉拌炒鸡蛋啊，凉拌对吧，要怎么办啊，你问那种话，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你应，人如果知道要怎么办，人早就去做了，就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人都不知道你跟他问、
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得问安怎？你点点嘛，不你危机到就好嘛，吼、哦，唔你点来个问讲，哎、欸，这是变安怎哈？哎、啊，这将来，吼、哦，人家你讲话你这样来，真搞超凡。啊，你这人咧讲话咧，拢袂晓讲出寡较正面的话，互人听了较舒服的话，袂晓讲咧。啊，其实咱是好心咧，咱是个关心咧，讲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这囡仔将来是变安怎啦？迄爸母安尼吼，教育这囡仔将来是变安怎？你的这个出发点是好哦，你是个关心哦，但是你家己唔知影。迄听到的人是足大的压力，迄听到的人是感觉足烦的，伊足未爱听种物件啦。所以朋友啊，咱家己真正爱有一寡改变，卖定定咧讲动不动就讲这是要安怎啦？哦，安尼国家未来要安怎啦？哦，啊个阿强啊，这叫过来要安怎啦？啊，这石油无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时到时担当啊！你即马看阿担啊要安怎？哪有较做？迄是增加家己的压力，佮将一个这个底气啊，哦。将一个无快乐的气氛来带予大家，是安尼尔嘛？无较抓啦，所以改变，改变咱讲话的方式，哦，对消极变积极。啊，你讲你卖讲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来，我教你，你爱讲好家在，哦，讲话改变一下。较早哪咧讲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啊，是讲迄个台语话讲会嗨啦，我安尼会嗨啦，会嗨啦。拜托你完全改一下，你即马改做讲要讲个，你讲好家在，啊，好家在即马还佫有石油哦，啊，咪讲落雨要安怎啦？你若讲好家在哦，好家在还佫会落雨，任何代志你也看到好的迄面，然后你甲讲一讲好家在，哦，好家在吼，我无互你送去老人院哦，对不？哎，好家在，伫老人院佫有人甲我顾，你也拢凡事拢会安尼想啊，哦，啊，无人甲你看讲。哎呦，好家在哦，好家在，我哋家够朋友哦，对不？哎，好家在哦，好家在哦 ，Good TV 哦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拢无存，至少你电视拍开以后，我老三你什么在听啥会，对不？你讲哎，好家在，我都看老三的节目咧，咱白当爬起来行。哎，好家在哦 ，Good TV 咧，足侪好的节目哦。好家在 ，Good TV 再个带咱祈祷哦。好家在 ，Good TV 够人唱歌给咱听哦。好家在。你若会用安尼想，这个世界继续快乐嘛？这个人啊，常常咧找你讲好家在，好家在，好家在。你就讲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家在有你呢。我、哦、家在，这种话吼，大家听讲啊，通体舒畅呢。听来这种话才足快乐呢，对不？哦，哎呦，好家在哦，好家在，上帝安排 Good TV 个当地公共电视哦。哦，好家在哦，人家场地所在好哦，哦，人员够专业哦，好家在哦。你若常常会用安尼时，你看足侪代志的角度，你就拢改变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好家在，家在我有一个翁哦，虽然无讲啥缘投啦，啊，家在我有一个某，虽然无真水啦，哦，家在我有一个翁哦，虽然无真好嘢啦，对不？你一定要讲好家在，这就是感恩，这是知足，吼、哦，一个感恩知足的人，而且快乐。来，简短一个，你有这个镜头无？要问一个，等下了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。来，今天给老三送给各位人生金融讲凡事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对咱所定的一个旨意、哦、凡事你人、啊、感谢啦，这种的态度会当帮助你来度过难关。当这个人一常常愿意讲感谢的话的时阵，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会当让人来重视。因为比如讲，一间公司的员工，如果这个员工常常咧抱怨，我想这头家人或是讲主管吼，绝对袂重用伊的。但这个员工伊若常常讲感谢，感谢有工课，感谢有收入，吼，感谢安尼主管照顾，感谢同事大家朋友安尼甲我来宣传，吼，安尼感谢各位安尼甲我牵绳安尼啊，真正感谢。这款的人吼、哦。主管足爱用的呀、啊，主管就是讲你这个人情绪真稳定嘛，对不？主管就是讲啊，你这个人未歹，你这个人未惹麻烦，你也知影。你喺前公司内底，上届惊唔是惊你能力不足啊，上届惊惊你惹麻烦啊，惊你出代志啊，乌白讲话啊，惊你乱啊。哦，大家爱工作场所气氛好啊，
所以你那是种常常讲感谢的伟人。你的同事之间，你的同学之间，你的教会小组会友中间，你未制造是非，你绝对得到人的信任。这款的人真容易被人来提升，这种人较容易让上帝来看重。所以上帝所使用的，上帝愿意祝福的，就是这款人。上帝最讨厌一切的人，都是像爱埋怨。上帝最讨厌一切的人，是讲因来拢未晓讲正面的话。一些人来讲，哎呦，好佳哉有上帝哦！啊，那无，咱拢怎死咧海啊？佳哉有上帝，海佫会分开哦。伊来讲一句，上帝就欢喜个，对不？伊来讲，常常咧讲，哎、欸，上帝佳哉有你，佳哉我有捌你呢。哦，我若无信靠你哦，我若无你有我靠吼，我、哦哦、真正我会足土的呢。哦，上帝听到咧讲讲，哎、欸，你真正你有迄个感恩的心啦吼。上帝绝对大大祝福你嘛。所以一个人态度决定伊的未来嘛，一个人个性决定伊的命运嘛。好、哦，不是命运决定个性啊！你也了解这点嘛？那命运决定个性，上帝不公平啊！但是那是你的个性决定你的命运，安尼上帝就公平，因为你也家己爱样调整你的个性。好、哦、啊，对对，开始呢，就是对咱讲话开始。好、哦，对咱家己讲话爱讲正面的话，对咱的心态开始，你要先存着一个快乐、一个知足的心。所以基督徒食饭拢祈祷，无论食啥，咱嘛就客客。上帝感谢你有饭汤吃，哈利路亚！因为足侪人无饭汤吃，有饭汤吃，佮当配菜哦，佮有汤，佮有肉，佮有海产，哇，太青草了，太青草了！上帝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若人吼、哦，你消费的过程中间，你会足感恩的呢。安尼一般的人唔知影，哎呦，足唔感恩啦！买一个物件遮尼贵，真少，你若嫌贵，煞袂晓买。但足侪人都是安尼，买了搁你遐嫌贵，无知足个心，无怪你咧未快乐。台湾我感觉绝大多数拢即款人，也毋是无钱通开，是开钱搁甲你花添，钱开了两个他妈细细念。照你来讲，你今有万几块通开，买一个物件可能真贵啦吼，你也感谢咧，讲哦上帝感谢你呢，这万几块我竟然哦有在调买，迄有人即马千几块都无在调买，我万几块还有在调买。哦、我实在是足蒙福的呢！你看，你这种心态是唔带予你足大的祝福，但是咱大部分人唔是。这十万几年啊，贵到要死去！哦、我最近开有够侪钱，好心疼哦！哦，这钱应该拢欠起来较对啊！你若安尼想吼，你就失败啊！你若安尼来想吼，你袂快乐，因为对你来看，钱就是全部拢卖开。但是我唔是安尼想呢。圣经甲咱讲，讲凡事会感谢，意思是讲，哎呦，感谢主哦！我需要这个物件，我需要一台车，上帝竟然我有这个能力去买一台车呢。我最近需要一台奥托拜，奇妙呢！哎呦，我这个钱啊，赚无济人，竟然能够买一台奥托拜啦！哎呦，上帝是足疼我呢！你也会向安尼想啊？哦，你若讲有当发单开出去呢，脚甲无力哩对无？讲啊，我足神的吼，啊开就开啊，无要安怎？你遐感谢，讲哎，感谢主啦！哦，啊，咱国家即马经济遮尼困难吼，足、哦、侪人无饭通食呢。啊，我算讲塞车塞痛的，都搁官官出来扛帮忙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总是要的嘛，对不？像种好代志吼，咱久久啊做一摆也无过分。你就安尼自我安慰啊，我要安怎啊？啊，你去的，去咱去就甲人烧弄，啥物甲你赔？唔当安讲啊。哦，凡事都是要感谢啦。哦，破病的时候，你咪讲啊，上帝拢无咧甲我顾，害我破病。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啊讲，哦，上帝感谢你呢。好、哦，安尼我用破病来体会平常时啊健康的可贵呢。哦，上帝是怎样？感恩感恩。所以任何代志，你什么款人讲出什么款的话，一个知足感恩的人，伊讲出来就是知足感恩的话。一个未用满足，一个安尼内面充满了垃圾、误会、负面的思想。充满了痛苦的人，伊讲出来的话，也就是痛苦的话啊！所以，朋友啊，讲话太重要哦。你若未晓常常讲感谢的话，你若未晓常常甲上帝感恩知足，你若无这个习惯，你的人生你会少痛苦。真正，你开钱只有讲，抬到这个有吃到用到，你才感觉满足。迄老等下讲要修理厝，要装潢，哦，还是讲啥物件歹去要修理，你就开始痛苦啊！又搁要开一条钱啊！哎呦，哪会安尼？你的人生，你痛苦真久。我跟你讲，靠人，逐工咧买厝的。我问你，买厝较济还是修理厝较济？修理厝嘛，对不？
买厝买一摆嘛，修理厝完再讲再咧漏水，还是讲等下什么门歹去，这歹去那歹去，买厝买一摆咧修理厝，定定咧修理，对不？你若干那买厝买快乐，修理厝你就艰苦。我就问你会幸福吗？没，对不？因为你一世人都快乐一摆呢，买厝一摆，剩下来要修理就开始咧哀，唔通安尼啦，巧的人唔通安尼啦。哦，买车久久啊，买一摆修理车得保养车，5000公里就一摆，拜托拜托。老三跟你讲，你也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哦！我安尼5000公里就一摆，我这钱唔知对了，我唔知呢。有钱通提出来拿吼，诶，未歹呢。啊，上帝感恩啦嘿！啊，你真正你看过保修，你拢平凡有够呢。哦，啊，无我那敢若小可弄一下，佮赔人，这钱就无去啊。你也定定会样安尼想，迄种上帝咧看过，爱会样知足，会样感恩，你就感觉我是幸福的人，就卖他妈闲嘛。哦，道理简单，但是你也做会到啦。啊，这部时间到这，后一集。继续收看。哈，无讲未爽快，足侪笑话讲的你较知。比如讲，哦，你捌听过人电视咧播吼，捌看讲这做艺人啊，国内国外拢有啦。因为你某一个部分哦太珍贵，所以保险公司哦愿意甲投保。吼、哦，伊专门咧保，比如讲伊个卡站，人家随个保伊个卡，保讲啊，骑马卖跋跋长安尼啦吼，哎、哦，专、欸、门针对这个艺人呢，还是讲你个人，你讲我有啥物特殊的需要，去咧保险的吼、哦，来，咱今邀请就咱的老朋友吼，咱陈经理，那大家做来分享吼，哎、欸，就你所知啊，这种保费叫么请管？啊，这种的保费目前以台湾目前的业务员来讲吼，伊做这种的三种的推广来讲拢较少。嗯、因为针对这种需要的市场吼，唔是足细啦，足细非常的细，啊、嗯，而且保费来讲是嘛不悬啦，因为发生的比例吼，确实嘛足低啊，是、啊，所以保险公司愿意报啦吼，啊愿意，但是有的人敢那我捌听过讲，有的保险公司也无啥愿意，比如讲像成龙咧拍片，啊，哇，吼，伊咧拍片拢伊都拢搏命演出诶，拢伊都危险动作诶，敢那有的时阵保险公司讲，你看我甲你报。有可能啊，因为咱有一挂职业吼，属于比较高危高危险群嘛，吼，有伊个级数伫哩嘛，吼，有分级数，有分级数伫哩吼。咱保险一般来讲，可能分到6级，吼，6级、哦、6级的相关啦，吼，啊，这种已经被除外了，哦，已经无进六级的内底啊，就是我摆下咧谈啊。哦，你这六级我有出名呢，你这超安那分，你敢有印象？有，咱一般来讲，那是一般上班族的，咱做行政的工作，好、嗯哦，这种大概拢是稍微一级。这一级，嘿，咱啦，这报或者报这个上下班的哟。上下班交通出问题，或者弄掉迄款的。应该伊的职业等级啦，风险较少。嗯，好、哦，那种赛拖拉机这种，嗯、你最好嘛，已经是六级的。哦，啊，你那这种掠鱼的啦吼，是这种激素，嘿，这种吼，就六级的，嘛六级的吼，啊，你工地啊吼，工地这种应该拢差不多3级左右，去工地这种啊钉板模的啦，啊涂水的啊吼，了解，是，嗯，啊，所以你收费是较无等级收费的啊，这种的部分啊费用一定是因为你的激素风险程度一定较悬的，对保险公司来讲，伊算的费率伊卖较贵。是啊，一点、啊。所以你呐，比如讲，从事一般性，卖讲足危险性的工作，哦，安尼保险费其实是真低、啊。但是你呐，从事的危险性愈来愈高，保费愈来愈高，甲一个程度，甚至人连保也无法甲你保，因为太过危险了。啊，是有可能。哦，你做这类什么些特技的演员啦、啊，哦，专、嗯、门做人替身什么车买过啦，什么的，哦，拢从事这类足危险的，所以有可能有一挂行业也足可能，因为伊连想要找人家保险，人家无爱甲保。啊，有可能哦。有可能吼，嗯，啊，若讲有演艺人员吼，伊咧报吼，报讲即个什么，伊个即个某一个身材，我会记得我敢若像搁捌听过，搁有女性吼，搁有保险保什么胸部的上面吼，迄足特殊的，迄个算讲，对保险公司来讲，就算 special case 对吧？有当时保险公司吼，这种的认定哈，它理赔的纠纷较侪，为保险公司几乎都不承保这种，这是在国外哈、哦、较流行啊。是啊是啊，我即嘛是讲国外较会安尼啦。哦，咱台湾即个目前来看也是较少啦，全部无人咧保这啦，啊，无人咧保。哦，啊，你若讲，比如讲运动员应该无咧保险，讲像即个美国啥物，迄个啥物拍直棒的啦、直男的啦，即种职业运动员因肩腰受伤啊。因咧纠团，干嘛给因保险？其实因咧保险来看起来，应该是拢归类在意外险的部分。
哦，伊外向部分啊，只是在他的职业等级里面呢，他讲可能是排这种级数较悬的，可能五级六级来滴。因为是职业运动员嘛，因为指甲唔懂得运动，所以风险也真悬啊。啊是。哦，尤其你讲像我无大部是咧王建民，安尼跑咧跑咧，讲脚会歪掉。哦，我都足好奇讲这唔知有较保险无？我一般诶，这种咧报了就是咱讲诶部分，就是讲意外嘛，吼，意外受伤歪掉嘛，吼。哎呀、啊，这拢一关。我印象中应该是有报，因为不是像我在同我一年，比如讲我叫你来拍球，我一年迄美金，和你四五百万，像我王建民一年领四百万啊。嗯、啊，你四百万，你万一若受伤，啊，我球团我和你的薪水，我唔多，我增少诶。是啊，所以我想应该这像这球团应该拢有保险嘛。拢有。针对伊的球员，伊我和你薪水遮悬，我若无保险，我真正戆诶啊。有啊、哦。我相信你应该一部分的金额是有保险，万一因若受伤的时阵。这条是你保险公司也给他倒车的对了。是啊，哦、其实保险公司可能有额度的限制哈、哦，你若保到十万哈，也风险对来讲承担啊，是，所以保分嘛，哦，保分你也给他倒出来了啦。啊，是啊，这是一个趣味的物件，就是讲保险嘛，啥物件都通有通保啦吼。看你是火烧厝、火灾，什么拢，包括职业运动员的职业伤害，我想这拢会当保险，是不是？让你当了解这个观念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感谢，等下见面，多谢。